再走一遍。右推屈膝下衬，重心在右推，左腿向前迈进一步，脚尖上翘，脚跟着地，下屈膝下蹲，上身沉肩坠肘，身子中节自然下沉，然后两手屈肘上提放于胸前，后腿右腿蹬劲儿，前脚向前迈出，然后双掌向前推出，这个要把中节的舒张劲儿打出来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刚才讲的是虎扑的左式，现在把右式说一下。左腿在前的为左式，右腿在前为右式。右式的要求跟左式一样，但是动作除了腿跟左式不一样。右式也是走直趟，反复练习。下边我做一下，右腿向前迈出一步，右脚尖上翘，然后屈膝下沉，上身自然向下沉，两手屈肘上提，放在胯的前踩，然后向前迈出右步，双手向前推出。这个也是反复练习。走直腿反复练习，根据地方的大小自己掌握。手势是像前面一样，迎着雷声手势。下边说后行，后有窘身之灵。后是一种很灵巧的动物，窜蹦跳跃，整个动作非常灵巧，窜肢跳肩，好像如走平路一般。所以说在新一拳里模仿后行的两个动作，一个是后膝连，我给大家做一下。周身自然放松，面向练拳的方向，然后先出左脚的话先出右手，先出右脚的话先出左手，也是左右两式。这个左右两式可以交叉练习，然后再出右脚，出右手，出左手，走直趟。这个模仿猴子洗脸的动作，在练拳里边取他的洗脸的动作指令，破解对方的过来的这个拳或者掌。所以说在练的时候走直趟，反复练习动作，腰节旋转要给步子给手要高度配合，两个腿自然弯曲，不能走直站直这样走，那个身法上看着一个呆板，再一个来说也不灵活。所以说的这个要模仿猴的灵，猴的灵性，腿弯曲，腿上仍然是脊部，因为在新一拳的讲究，步步不离脊腿，把把不离硬桌，
在后营里头，张仍然是五指自然分开，手心要会，虎口要圆，中指跟无名指要自然内扣。他这个手在脸的前边，用腰节的旋转去带动手。所以说，当出右脚的时候，左手上转外旋，再出右脚的时候，左手向上转外旋。再做一下。这是后行，这个后洗脸的动作。做后行的时候，一定动作要配合好，要灵，不能硬撅撅的这样做，好像给那个狗熊出来了，这样这个效果给都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说，一定动作要灵，步伐要活，身法要活，手法要灵，就像这个猴子那个非常灵巧那个样子呀。再一个是猴摘套，猴摘套，猿猴摘套。他这个动作主要是以进击为目的。刚才那个猴洗脸是以防护为主，但是是防中有打。猴洗脸跟猴摘套两个能配合到一块练，他是防中有打，打中有防。我做一下。当上左步的时候，右出右手；当上右步的时候，出左手。这个也是交叉做，好像模仿后摘套的动作。这个左脚在前，为左脊步；左脚左腿为弓，后腿不是蹬直的，是弯曲的，脚后跟也可以微微抬前。腰向左旋转，手向斜上方，大概够着位置就是人的面部。你这个手的高低大概跟你的眼高低差不多。这是右势，上步旋腰，左手收回，进右步，左步在后边跟半步。出左手，这是左势，猿猴摘套，这样可以反复做。上边的动作跟下边的步子跟腰的旋转要高度配合，要求要灵要活，因为取猴的它的排场就是取猴的灵。做一下这个猿猴摘套。这是后摘套的动作，在练期间可以把后摘套给后洗脸综合一块练。我给大家做到，可以把后摘套给后洗脸合到一块去做，这样是既是打防坚固，又比较身法步伐又比较灵活。下一个动作，马行。马有奔踏之功，马在奔跑的时候，前脚跟后脚可以前后伸平铺开，两腿合并的时候，前腿可以超过后腿。所以说马它的奔踏能力相当棒，并且马的在跑的这个非常快的时候，
是占地而起，马有很好的爆发弹性力，在这里模仿马的这个太长太性去发挥拳。我给大家做一下马性，马性也是分左右两式，右腿在前为右马性，左腿在前为左马性。首先立正，面向练拳方向，沉肩最终含胸八背，内气下沉，目视前方，然后左腿向前迈进一步，两手向上，同时右腿蹬出，两手向下拉，当右腿落的时候，两个手由掌向下变拳，向一块汇合，向前方钻出，后腿左腿向前跟进半步。在走第二式的时候，左腿再向前，两手由拳变掌向下拉，沉肘用肘力下沉去拉，不要用手往下拉，沉肘往下沉拉，